第三，洗澡的时间要短，如果是泡澡的话，可以稍微长一些；如果说是淋浴的话，最长不要超过10分钟，就得速战速决。第四，不要搓澡啊！你洗澡就是冲一冲，打上沐浴液一冲就完了，千万不要去搓澡。你所谓的搓掉的那些泥、那些脏东西，没有脏东西，就是把你自己皮肤的那些角质层都给它搓掉了，哪来的那个橡皮泥儿？没有。第五，洗完澡拿毛巾一蘸，蘸干了，5分钟之内都擦润肤霜，先擦那些最容易干、容易痒的地方，小腿上、肩膀上、背上，让家里人呼噜呼噜就一下子甩上好多润肤霜，然后给它擦上啊，就感觉不小心也甩多了，然后这样慢慢擦擦，让它都让它揉，慢慢它吸收了，就是量一定要足，就是，这是洗澡的几个注意事项。